这个小女孩拼图看起来太好玩了，可以给这么多小女孩打扮呢。我要选一个我最喜欢的女孩给她打扮。哎，反面也是呢，我再看一看，因为我喜欢蓝色，我要选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，这个是穿蓝色裙子的，我就要给她打扮啦。首先我要找她的蓝色上衣，是这一件。灰灰姐姐，这件上衣不是她的上衣，我帮你找一找吧，她的上衣在这里了，这一件才是她的蓝色上衣。对对对，是给穿错了，她是粉色的。那我再给她选裙子，是这条裙子。灰灰姐姐，这条裙子也不对，她的裙子是蓝色加白色，这个是蓝色加粉色，我找一找，蓝色加白色的裙子在这里了。对对对，我又给看错了。这次呢，我再给她找她的发型，哎，这个就是。又错了，又错了，灰灰姐姐，她的发型呢是黄色、蓝色还有紫色呢，这个才是，应该把它换下来。哎呀，你看看我又给弄错了。接下来我找她的鞋子，她的鞋子是蓝色的，上面带有粉色的条纹，这个是鞋子，我找到了。白雪，你看看鞋子对不对呀？对了对了，灰灰姐姐。